走廊比较长啊。不是，你才上去，你还上去一秒就下来。轻轻压就好。那个四叉猫离远一点，否则跌倒你要陪他一辈子，我跟你讲。哎。你要不要考虑直线的比较多？当你在看言辞交锋的政论节目时，是否好奇在正经八百讨论政策幕后是什么样的气氛吗？日前立委王定宇释出一段画面，告诉大家政论节目录影前大家都在做什么。只见在政论节目开录前，王时琪和王定宇居然在 PK 骑电动滑板车，超欢乐的气氛让网友直呼可爱。左脚助推啊，推出去，然后压下去。走廊比较长啊。不是，你才上去，你还上去一秒就下来。轻轻压就好。好恐怖。那个四叉猫离远一点，否则跌倒你要陪他一辈子，我跟你讲。哎。你要不要考虑直线的比较多？会不会四叉猫最后是死在王时琪的手上？你要撞死。我想直线，你要骑越快，它就越安全。要骑越快，它越安全。好恐怖！来，我到前面来，我要取钱。不是，死要死得漂亮嘛，哈，在这边。好恐怖！四叉猫，给它加个油吧。我看到你了，好恐怖！来。我跟你讲，政治前途有时候毁于一旦。哎，睡油！奔驰的时期，文山志林，往后走，到厕所那边去，快点。左手是沙丘。For Taiwan, we are the best.用这样来介绍来宾，我们今天的来宾有林家凯、王时琪、这里，还有四叉猫，一点不过去耶。好，我们来感谢我们伟大的幕后工作人员。好，时琪不服吗？来战！我怕自己也会跌倒。不是，你这边怕，你那个地方你就要把油门放掉，让它慢，你可以慢慢转过去。脚一前一后比较稳。好可怕哦！剑心幸福的将来就靠今天这一役，能不能看到？导演开场司仪就请。好强的啦！好恐怖哦！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又顺了，转弯。没有，你这样，小时候让你在学习脚车有没有？我不会转弯。欧洲的那个U-bike都是什么？我不玩了。